看到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呢，看完你抖完了之后也已经跃跃欲试了，掌声有请二位。非常快，先一绕，然后这样一脸，然后就拉，拉了一个过来以后，箭头对着你腿就可以啊，箭头，大家伙看这个箭头，一直要对着腿，始终对着这个箭头是不可能掉了。这招是抖空竹的窍门。对，慢一点，对，对着腿，对着腿，慢一点，慢一点，对。他那个箭头到哪里，就跟着他到哪里，对，就不会掉了。来来，哎，我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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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这个张老师有运动的天赋啊！哎，这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大一点。来，跟着镜头走，哎呦，跟着镜头走，不经夸呀，您不经夸呀，这是。跟着镜头走，来，哎呦，你看这俩人啊，嚯、哦，还是这样。等会儿大伙看完抖完了之后，看谁还是比较专业。究竟是哇，你看我合着、啊啊。张老师走的好，张老师走的好。我现在不要了。漂移式抖法，行了，您差不多得了，行了，回来吧。感觉抖完了怎么样？晕了，你转多少圈了？你不晕啊？晕了，晕了，是不是？感觉胳膊呀、啊，包括这个肩膀，有什么不一样吗？本来有点肩周炎，好，真的假的？肩周炎就是力气控制一定就好，肩周炎、颈椎病，力气控制有个两个月下来就没有了。我昨天啊，这真有点扭哦，我一抖还真有点开了，有点开了吧？哎呦，真是。那这样呗，这个贾老师，既然你那么喜欢二位，那就把这空竹送给二位，好不好？好的，好，送给二位，来来来来来，希望二位身体越来越健康，没事的时候咱们锻炼锻炼，抖抖空竹，好吗？好，好的。哎呀，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里面，挑战栏目，挑战栏目，挑战过18个空竹，吉尼斯。对吧？对 对。那么今天您来到我们家家都有戏的现场，是不是想打破一下？对，我想再加上两个，二十个，变成20个，太紧张了啊！希望大家支持我。正常的话，一个空竹的重量才多少斤？一般是一斤。一斤啊，朋友们，20个就是20斤啊！能把20斤的空竹抖起来，而且还沙沙的作响。究竟能不能成功？那么还请咱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也看看贾德平老师能不能在咱们家家都有戏的舞台上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我是真的真高兴，有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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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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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这我是真的真高兴。挑战成功，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太棒了！20个空竹被贾德平老师抖得风生水起，真漂亮啊！你就想，正常拎20斤大米，你都能转不了那么多圈。当然是这样了啊！这个对1600-700年的这个传统的空竹，您能把它发扬光大，我觉得真是太棒了。朋友们，再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谢谢。